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。啊，怎么又是89分？王老头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？我也没抄作业，不交作业啊。哎，别玩了，陈老师要开班会了。这堂课我们做个小测验，来，把卷子发下去。A C B D A， 四题不一样，是你错还是我错啊？哼，为什么我不是高三高考考完啊？还不知道以后他会不会来这里开演唱会了。明年就轮到你们高考了，不要以为自己的时间还很多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比你们想象的珍贵的多。夏天已经到了。怎么，昨天没睡好，赖课上补觉了？老师，我对不起。我知道暑假补课很不人道，但这是最后的冲刺了。我也陪着你们早起呢，克服一下，晚上早点睡。我便早已做功课，你想留便留。3分，老师，你这算宝刀未老吗？我当年还是校篮球队的呢。你以为只有你们有青春？你这次成绩下降了不少，是什么事情吸引了你的注意力？现在还是要把成绩当成第一位。对不起，我家里。怎么了？别哭别哭，你告诉我，老师看看能不能帮你想办法。听说只字片语的胡转，承诺积满了无垢，冲山万里。我要当下一个比尔盖茨，世界首富。那就去学计算机。嗨，我要成为正义女神。那就去学政法，将来考公务员，做公检法。哎，老师，你高中的时候想做什么呀？怎么突然问我？就问问嘛。我不说。你们努力了一年，不管西天佛祖还是耶稣基督都看在了眼里，平时模拟考你们也都考麻木了，所以千万不要紧张，好好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们一定努力。老师，谢谢你这一年陪着我们。快进去吧，老师进不了高考的考场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开始点击结果，执子之手，不用谁掌舵，人人分流，是纯白感人才有，最后还会感慨。安静点，明年就要高考了，要收收心，把心思放回学习上。唉，又是一年夏天啊。